Other. 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肚子被人猛捶，气功老师还是稳稳站着，纹风不动。打肚子没用，换背后攻击。哎呀，打到手都痛了，气功老师却一点事也没有，会不会是演戏呀？其他民众亲自上场试试。开始吧，用力。有啊，有用力。我推，奇怪，怎么推不动啊？不信，再来一次。用力啊，要客气。没办法，他那个力气很大。手指头挡人不稀奇，用报纸也能把人推出去。身体要能够放松，才能够达到人家的一个重心点。当我们达到重心点的时候，四两拨千斤就可以达到。真的假的？该不会是天生神力？没关系，女生力气小，换男生上场试试看。哎呦，怎么一下子就被推到一公尺外啦？80公斤的男生才一秒钟的时间，立刻就被往后推了好几步。老实说，这抱着推人可不是随便就能练成。练会这一招要练多久？其实这个蛮难的，说实在，我本身也练了大概10-20年哈。以上示范的是气功防卫术，不过老师说气功主要是养生保健，要达到随时运气防身，还是要靠苦练。中央新闻林世宏、谢凯轩台北报道。Other.